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诸昂善知识，啊，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详解风水学，信不信由你，自己去体验去证道，啊，你就可以寥寥分明。曾经在台中是某一条大路的啊，政治中央呢。 啊，就是有一条大马路冲过来，这是一家银行，啊，当时呢，这个银行路冲，旁边一家盖的很高，啊，他们老板呢来跟我说，他要银行租在这里，啊，像这个形状，啊，这形状呢，马路这三十米的路。 啊，这个也是三十米，啊，他要这里要当，啊，银行，我说你在这里一定会失败。怒冲，煞气很重，煞气重，有里气重，那是是一个剑，啊，一个剑穿心呐，啊，就是有，啊，刀光剑影。 啊，你在这里绝对做不起来，刀光剑影，事业失败，啊，这个水光之灾。后来这位要投资者，我说你啊，去看一看，调查原来的，啊，他们在这里做过什么任何一个事业的人。 他说这里已经三个人，三家公司在这里开了，结果三家公司都三更半夜关门了，啊、呃，闹跑，啊，闹跑了，再没有办法还，说你还要去踩进去第四位吗？第五位吗？所以他就不敢了啦。那我劝你去验证看看。 再过几天你再来告诉我，你凡是去看到陆冲的啊那一些店面、公司事业，看他做的好不好，你再来跟我讲。哦，那我一面正道，也感恩你，也谢谢你，啊，让你了解到陆冲的重要性。陆冲的重要性，第一是官司，第二是。 刀光剑影是血光，啊，第四呢，就是口舌之灾，啊，再来就是事业失败，啊，里面的人，啊，常常，啊，突如其来，啊的灾祸，灾祸都来了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我说你去数看看，去尝看看，结果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呢。他造了好多相。 来给我看，结果所有的路充的店面都关起来了。我说这些人很有福气，店面关起来不用了，人不要来这里住，没有租出去，啊，那反而好，反而有功德；租出去呢，反而损了德。所以，我们建设公司要盖房子了，你对路充，你要有相当相当的。 啊，风水学概念，否则的话，你会害死人，你会损到德，啊，一损德，啊，那你的木财里命个要死，啊，赚不够来损德，赚不够来赔本啊。所以风水学的重要，啊，我建议各位、啊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有风水学，啊，这个这本书呢。 啊，若是十方大众你要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婚寺道场来索取，我们完全免费，与各位结三年，只要过得平安，就是我的平安，是大家的幸福啊。